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15，诗篇77篇一直安尼讲，我要对上帝大声求救，对上帝出大声。伊会阿耳空听，三个来祈祷。阿耳空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全能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真实又美善，怜悯又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，在你的创造和立你的，我们能领受你丰盛的慈爱，因为安尼，我们讲起你奇妙的作为，也要笑念你的丰盛的恩典，因为你是行奇事的上帝。主啊，在我的心极其艰苦的时，求你唔通用阮大水淹没我，也唔通用阮深渊吞食我。我对你大声求救。对疼阮的上帝，你来出大声，因为你话阿耳空听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是伫咱艰难的时，听咱祈祷的声，因为伊会阿耳空来听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